肌肉猛男，居然有点好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们这这么晚了还有人上门？别把我衣服弄脏了。我都快死了，你就担心你那件衣服啊？人都会死的，我衣服不能脏。你躺好吧。我没事儿。你不是快死了吗？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托你流鼻血的福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们设计师是不是都喜欢起外国名字？你是中国名字还是外国名字？中国名字。中国名字，三个字，四个字？四个字。叫什么？尼古拉斯。好神秘的名字。好了吗？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？怎么可能有关系？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你要是不认识他们的话，早就叫保安了。我不叫保安是因为怕自己暴露从而连累你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别想太多了，我走了。你会救我的吧？我不能保证一年之内可以找到配方。我可以等你。你们女生就爱说这个，最后都做不到。这是我电话，平时别打给我，打了也不会接。那你给我留电话干嘛？废话可真多，我走了。